鸠尾是肚脐的上面，这样按一下，轻轻的按上去的时候，感觉到这里有硬的骨头，这个硬的骨头的下面凹进去的地方，没有骨头的地方，这里是鸠尾。但这样摸摸的时候小心一下，这样摸摸的时候，这个骨头比较容易受伤的地方，如果你很用力的按的话，它骨折，所以需要小心，轻轻的这样按一下，按以后找到了骨头，然后骨头的下面没有骨头的地方。谢谢。看完这个视频的内容，那后面的话，针灸培训班有关的内容，所以不需要的人的话，不用继续看，可以关掉。现在疫情的问题越来越大，看起来不容易结束的感觉。以前的话，想学习针灸的话，一定要来韩国，然后一对一的学习，所以有点麻烦。但现在呢，不是麻烦的问题，不可能，对吗？疫情的问题发生以后，不可能来韩国，然后学习针灸。那现在呢？所以我考虑考虑以后，开始学习视频会议 APP 来可以学习的。最近的话，Zoom APP 比较好用，可能很多人熟悉这个 APP 吧。所以以后如果想学习针灸的话，可以通过这个 APP 来学习。所以如果你们想学习针灸的话，联系这个下面的微信，仔细的内容的话，一起谈一谈吧，谢谢。